北分署花莲就业中心为了协助花莲民众在新春年后找工作转职，这周六上午在花莲中正体育馆办理2023红兔大展欣欣向荣联合征才活动，40多家的在地厂商提供500多个职缺，包含花莲杰西艾美度假酒店、OK 超商等，起薪超过3万以上就有132个职缺，有需要的民众把握机会。北分署花莲就业中心为协助花莲民众在新春年后找工作转职，年后第一场大型2023红兔大展欣欣向荣联合征才活动在11日周六于花莲中正体育馆办理，40多家的在地厂商提供500多个职缺，包含花莲杰西艾美度假酒店、OK 超商等都将参与征才活动。花莲就业中心表示，此次现场征才起薪超过3万元以上，即有132个职缺；薪资超过35000以上，有44个职缺。现场并规划好康舞活动，只要完成任意项，就可获得精美小礼物，包含异化履历登录、就处相关计划咨询、银发问卷填写、青年职涯探索、满意度问卷。现场还有多元就业及创业凤凰，以及 DIY 活动和相关手作展摊。体验完成后，可免费带回 DIY 作品，数量有限。花莲就业中心并提醒，为确保民众健康，现场建议佩戴口罩，有需求乡亲不妨把握机会前往现场了解更多就业讯息。记者蒋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